係啊。係。今日啊，週末奇談啦，咁啊有啲嚟，我哋今日換曬夏裝咯喎，咁啊有啲咩奇喺泰國有咩奇談咧？好多古靈精怪嘢喎，據聞泰國。唔係講泰國，講世界性啦。今日復活節啊嘛。嗯。今日復活節喎。會都唔記得咗添。嚇？都唔記得咗添。係啊。啊。過完清明嘅都係復活節噶咯。復活節係講緊復活啦，邊個復活先？由耶穌復活？耶穌復活有講成2000年噶啦，係咯。咁但係咧就有一個唔旺嘅，嗰位堅尼牛啊，無從稽考，亦都無從證實。咁但係咧又可以透露到一啲屬於醫學上嘅常識。嗯，佢一啲記載有講過。耶穌是因為知道有班信徒他行逆，就有人呢就想救他，就沒辦法救了，唯有呢就製造他假死。假死啊，中國常用的橋嚟喎。我找了植物呢就俾佢飲咗一碗，然後呢想行逆。哦，羅密歐與朱麗葉嗰隻藥。咁呢就變咗呢就救咗佢，救翻耶穌，佢冇正式死過。好啦，之後咧就要去製造一啲神蹟信仰出嚟咧，就令到借呢一件事，佢啲門徒咧就炒起曬，咁變咗佢就形成咗後期一個基督嘅故事。咁我哋相信呢個可信性咧都有七八成。嗯，因為我哋聽歌劇《羅密歐與朱麗葉》嗰隻藥就係神父俾嘅。係啦，冇錯啦，冇錯冇錯。因為而家你好多嗰啲古代嘅草藥咧係有呢個功能，有啲中藥嗰啲啊嘛。好多好多，我哋中國又有，但最做得多咧就係喺印度啊、波斯啊。哦，話耶穌曾經去過北印度學，有書面記載，係喺印度北印度有間廟度咧，就係學法。學法咧就十幾年，所以喺耶穌生病咧有十幾年咧係叫做耶穌失蹤之謎。咁我哋尊重嘅，咁佢睇到東方嘅文化咧。5000年文明啦，古印度咁，佢哋覺得如果佢將佢嗰份咁微細嘅理論咧拎翻去佢哋嘅社會咧，係啲人講極都唔會明。就算今時今日，我哋用好科學去講個佛學咧，你要講曬咧，啲人都唔會明。一人類都知唔到個宇宙究竟啊嘛，個宇宙我哋喺科學家嘅定論咧，係只係知道4%啫嘛，人類。有90%你唔知啊嘛，所以人類嘅文明咧有好多次嘅跳躍，最大障礙我哋嘅人類對宇宙認識咧就係我哋有個身體。如果我哋冇咗個身體嘅束縛咧，你嘅文明咧就進步得好犀利。所以你啲人一死咧，佢嘅聽覺咧。是高過現在7倍的。死了之後，但問題是怎知死後還有沒有聽過？有特別的人有幾載，有特別的幾載。好了，這樣他令到這個人的死復活的話，就很多人就借這些這樣的醫術呢，就製造在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奇蹟亦都有，咁但系正正式式喺醫學上傳到而家嚇，最近代嘅就講我哋之前嘅一個總書記係江澤民。點解佢江澤民嗰時每年咧佢都落去上海龍花寺嘅，又叫龍華寺。
江澤民嗰時嘅時代咧，佢係開放好多佛教信仰，因為佢有個親戚病危，我唔記得咗喺陝西啊，喺甘肅嗰邊斷咗氣噶啦，周圍揾人揾到個佛門嘅高手，乜乜大師就唔講啦，就話佢未超過48小時，我就可以去試下。咁咧，佢哋透過軍方咧揾架軍機，就車咗呢個高人咧，就去到醫院。嗯、醫生已經簽咗佢死亡，但未過48小時，佢、一救翻醒。哇！真係復活過。救翻醒。咁咧就變咗江總書記咧，就好相信佛。就算而家我哋喺坊間啲資料都睇到，習近平個媽媽都好信佛。係啊。我話呢個咧係最簡單嘅，但我以前我講過，我師公喺上海有個人死咗成18日啦，佢都可以借息回魂。18日都鹹魚都冇還咯。但呢個咧，我未解開到嘅。係咯，你到而家今日咧，係我本身未有咁嘅機緣，又未有咁嘅功力去打開呢個謎。佢係借息回魂。咩叫息咧？意識啊，就話佢個人死咗之後再起翻身嗰個咧。不是本來的人來的、是第二個人的意識。那即是本代的所說的借屍還魂，借屍還魂就是你有個意識要借人的屍體還魂、現在他又有個屍體在這裡，就借人的意識呢去翻生。但不是原本的人，那是很大件事，那也好過沒有嘛。他後來那個事主接受的嘛，叫个陌生人嘅老豆，系啊，佢将佢件事嘅姻缘咧讲翻俾你听，即系咁样咁样咁样，咁咪要嚟照顾佢啲仔女咯。咁呢个咧就喺大家上上海 search 到嘅，嗰位咧就系罗拉祖师，西康人嚟嘅，系我师公，系红教嘅法王嚟，系做摄政王嘅嗰阵时，佢喺西康，即系话。達賴喇嘛同班禪放假，咁就洛拉咧就做攝政王噶啦，係我師公嚟嘅。咁但佢呢一個咁嘅醫術咧，我係解唔開個謎。係咯。到而家解唔開個謎。諗唔通。咁你話俾啲 cancer 幫佢停咗咧，我都接受咗嘅。或者啲 cancer 突然間消失咗嘅方法咧，我都接受咗嘅，即係我知道點解，但我做唔到嘅，我係撞彩嘅啫，完全控制唔到嘅，即係嗰個法咧就照做啦，個方法照做，效果得唔得咧，完全冇把握嘅，但撞彩嘅。咁呢個咁嘅耶穌復活故事咧，流傳到今日。變咗大家都享受到佢假期，啱唔啱？最大嘅好處。咁之後咧，透過耶穌咧，呢個基督教存在咧，又衍生咗好多聖水咯喎。係啊。係咪？傳説好多啲聖泉啊，用嗰啲聖泉啊、神泉水啊，可以令到啲人啊可以醫到病啊。嗯。呢個咧又係另類嘅宇宙嘅學問嚟。咁又係另咩回事咧？其實個原理，我相信係嗰個行法嘅人個心念咧係好強，同埋咧嗰個水質咧係有好大嘅影響，唔係話求其普通水，嗰啲水質咧要好清淨，同埋行法嘅人咧又有好強嘅心靈。當然啦，有啲係比較秘密啲嘅 mantra， 即係個咒語啊嗰啲啊，點解佢令到呢個水變到有呢種能量咧？又要願同求自己嗰個心靈，但我哋好多學生都同我匯報過啊。佢會擺杯水有陣時去唸完經或者做完課之後咧，再飲咧啲味道係唔同噶嘛。
啲水係唔同嘅。就算而家你攞我哋嗰啲神仙水，我啲學生用嗰啲，佢哋都感覺係好多係科學家未證明到嘅。咁有個學生佢好大公司啦，開廠。佢同事咧一出門咧，一定帶我哋啲帶我支 Maya， 帶我支 Maya Water 咧出門。去到酒店，佢覺得瞓得唔舒服啊，好似唔妥咧，佢周圍噴一噴，噴噴之後咧，佢就瞓得安樂，就我哋嗰支。咁你見嗰陣時幫人哋祝福醫病啊，嗰啲噴一噴先，即係希望噴走佢嗰個負面嘅能量。其實基督教和我們道教啊，一樣一樣，因為宇宙呢，是宇宙只有一個，萬變不離其宗，你打很多標籤上去，打很多名詞上去呢，都是人為的，實際是只有一個。但一定用水來灑淨，因為水是最神秘的，水在現在的科學領域，沒有科學家知道水是什麼，未證明到水是乜嘢嘅屬性㗎？今時今日，你埋去揾美國科學家、俄羅斯科學家，最巴閉嘅諾貝爾獎物理學家，你問佢哋水是乜嘢嚟？唔知。唔知。但水嘅功能咧就多人知啦，有啲用水力發電啦，而家用水力發電啦，水又可以成起一戰艦啦。但咧水咧又可以而家變咗一種燃能啦，代替石油啦。所以水是非常神秘，咁又有喺古代有上善若水啦。水嘅功德係好大的，所以我哋人世間咧就話，對喺我哋目前嗰個宇宙嘅認知咧係非常少。你日日飲住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講呢啲咁嘅奇談咧，一定要有啲好處帶俾人。如果講古仔咁樣就冇益。咁今日咧就講一啲少少方法。好啦，如果你屋企有人有病，或者有人病得好辛苦，咁你不妨咧买支靓嘅泉水，来些份嘢一份，买超级市场买几支靓嘅泉水，搵个水壶，之前咧自己就念一段经文，你信耶稣嘅念马太福音或者念玫瑰经，咁啊将杯水咧对住佢诚心咁念。念咗咧，然後俾嗰個病者咧飲少少，儘量飲少少，塞下嘴好飲落就好。好啦，跟住揾個壺咧，就將嗰樽水咧就全身幫佢噴下，一定減輕佢嘅痛苦。由頭到尾面啊咁樣又噴一噴。嗱，呢啲係一個好好方法嚟嘅。無論你有冇宗教信仰喎，你有宗教信仰，用翻你自己宗教信仰嗰啲經文去念啦。你冇嘅，咁你咪用你嘅心意啊，希望我念到一啲好嘅靠水嘅力量咧，去幫我嘅先人咧解除呢啲痛苦。啊，另外一樣嘢，我提一提啊，我媽媽過身嗰陣咧，咁咪我噴咗啲神仙水嘅，咁咧到佢係後尾咧嗰個化妝師話咧，你媽媽個樣好好。個面色好好，係啊，係好神秘嘅，好奇怪，好神秘，即係佢唔係化妝嘅喎，我知我知我知，因為佢人死咗面色好，佢發揮咗佢吸收咗水嘅功能，夢快退，同埋佢係水咧有清涼性，又可以驅除嗰啲，如果你噴我嗰種 Maya Water 咧，就更加有用。嗰啲我哋。有啲哭笑不得咯，個人都過咗身，你仲讚佢面色好？佢哋成日對住嗰啲死者，佢哋感覺到噶嘛？即係佢安詳或者唔安詳，或者拉口拉面啊。所以大家咧不妨試下，你唔一定嚟同我買噶嘛。當然啦，你嚟幫我哋買嗰啲咁啊，比較正統啲啦，即係都有個個人嘅祝福啦。祝福有冇力咧，就一定有嘅，有幾多又唔知。但你如果你唔嚟幫我哋買嘅，唔係嗰啲學生嘅，咁你自己就去超級市場，或者去百佳惠康買啲靚嘅礦泉水，跟住咧自己祝福，嗰對眼咧望住啲水，個心念一路祝福，就希望世界所有嘅生命咧都離開痛苦，得到快樂。希望水嘅功德力咧，希望水嘅功德力
幫到你的先人乜嘢名？安全呢個咧係方法嚟嘅，希望啲網友台友知道。咁你用唔用咧就唔關我事咯。我只能夠將我知道嘅常識去傳承俾人啫嘛，係嘛？但係有呢個功能嘅，一定有功能。就算而家你有啲人喺病床病得好辛苦，好成啲噴下佢都有功能。一水嘅功德力係好厲害嘅，唔係講笑噶。尤其而家你有啲我哋見過啲日本仔啊，或者大嘅教堂啊、寺廟啊開光，佢都要灑水。等佢灑水嗰時候，佢係有觀想嘅，佢加埋佢嘅念力咧，灌嗰啲水咧係遍滿成個法界嘅，喺嗰啲空間嘅水氣度咧一路擴散出嚟。咁啊，改變咗嗰個地方嘅氣場。我哋中國傳説觀音都要灑楊枝甘露。係啊，有露。咁你可以用一個好科學角度去睇。咁你話你唔靚，你冇損失喎。係啊。但係嗰啲病人一噴咧，一定感覺佢舒服咗喎。你即刻睇到佢表情，佢又仲好痛苦咁喺度抽搐緊啦。你一噴水落咧，佢當堂你感覺佢咧係緩衝咗嘅。咁今日咧就喺呢個祈壇度咧，借呢個耶穌復活，咁又希望啲人學到一啲令到人嗰個精神上復活嘅少少常識，呢個係我哋今日嘅主題。好啦，咁樣我哋由呢個廿幾日前啦，去咗英國，飄下咁啊，走翻嚟泰國。停咗曼谷一兩日，咁啊，而家啊，今日我哋又嚟到布吉。咁啊，住翻喺我布吉嘅別墅。下次喺嗰度開咪啊！係啦，咁我哋或者聽日我翻喺個別墅開咪。唔好趁我游水嗰陣啊，叫我開咪啊！咁啊，我費事嚇走曬啲魚啦。係。咁我哋咧就喺翻布吉自己嘅別墅度開咪咯。咁啊，大家睇到離開香港咧，你會有自己咁嘅天地噶嘛？為乜事喺香港逼限到咧？世界好大。咁但係睇見香港嗰個疫情無端端咧壓住曬成個社會，咁我哋借今日嘅復活節咧，祝福我哋世界，話同埋香港嘅朋友啊，特別中國嘅同胞啊，希望復活啦。希望有啲人嗰個心靈咧又復活啦，唔好咁狹窄啦，繼續咧要提翻鄧小平。嘅遺憤，解放思想，實事求是，呢個唔係中國人嘅方針嚟嘅，呢個全世界嘅方針嚟。就算今日你睇到普京咧，佢都係未解放思想。都係。你點樣去諗嗰個北約東擴嚟會威脅到你咧？係你諗出嚟嘅喎。你點會咁樣諗問題咧？是你情我願，人哋啲國家加入北約，咁佢咪加入北約咯？佢擺啲架撐喺度，佢驚咪擺啲架撐度，點會威脅到你俄羅斯呢？咁你俄羅斯咁多架撐，可以同歸於盡噶嘛？幫人就你普京俄羅斯人咧，有個心結，又係唔得復活，佢哋仲信耶穌添，咁你又死唔死咧？係嘛？所以我哋希望世界嘅領袖。在今日的復活節能夠得到耶穌那種真理，你不是你的身體復活，心靈的復活，你的心靈真的要復活，不要將問題找個放大鏡或者一個顯微鏡去照，照完之後就要自己聯想串連，自己想個劇本出來就嚇到自己。咁而家你香港話有人搞獨立監視啊？佢哋自己整個劇本出嚟噶嘛？到尾都冇人搞獨立。唔係，佢哋諗個劇本出嚟，跟住做埋，你明唔明啊？所以我哋真係要希望我哋人類咧，唔係淨係中國，係全世界所有有權力嘅人咧，係應該心靈復活。好，祝大家復活，身體健康，財源廣進。最緊要財源廣進，講乜都假。冇錢冇命，好，下次繼續。下次繼續，你嚟睇睇個靚四圍個靚景咧。
係啊，影影俾你睇下。好靚啊！呢度啲環境，好轉一個圈，搞掂。OK。